由现代莉莉罗斯逮捕以及 RMB 歌手威肯主演的电视剧《了 idol》，剧情讲述偶像与夜店老板的地下恋情。殊不知，夜店老板同时也是邪教首领，衍生出一段悬疑的故事。大尺度的内容非常具有话题性。前阵子公开的预告片中 ，BLACKPINK 成员 Jennie 的亮相，吸引众多粉丝关注。最近剧组官方公开了一系列剧照，为剧集的播出预热。其中 Jennie 身穿全黑的衣服，慵懒地坐在桌子上，虽然不是特别突出的造型，但还是在短时间内吸引近600,000人点赞。而莉莉罗斯则身穿粉色马甲连身衣，镂空设计展现她火辣姣好的身材，搭配夸张的眼妆，散发强大气场。光是两人的照片就再次掀起话题，让粉丝们纷纷直呼期待啊！